个要进来一点，因为它后面有封板，所以我可能还是有个脚，还是有个脚在。哦，那边有封板，封板对不对？对，它是那边有沙袋、沙包之类的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你有放他后面吗？压住吗？这样才能站，我这样才能靠近你，不然的话会有脚停下，会到这边。我聊的。五大师，哔哔哔哔，五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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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师，哔哔。五大师，吴大师 BB， 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
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，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！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、啊。OK， 谢谢你。这公开活动怎么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员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员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香港交代了吗？不是。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看路线，看路线。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。我不会找警察、啊、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，一点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没有拍到水，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，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Okay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听闻过、啊。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、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，桃园区。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。第八道，卓溪乡。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，好吗？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，没有说到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？干你娘哈，九问雅雅术。哦，操鸡巴要怎么翻？操鸡巴是九问比比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妈，这话要经过大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妈，这话要经过大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妈。Thank you.
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是超级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其实跟那个五爷骂他，我不是今天不是纯粹说怎么样，
先生，喂，我问你的，你请问一下你姓什么？身份证拿出来，马上我就轰你啊！你身份证没有拿出来，我马上轰你啊！马上赶走你，麻烦请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。你们请问？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从头到尾我们不认识哦。爸爸，今天是我才认识，他是严敏慧那边的。我靠你老了，严敏慧，麻烦你证件拿出来。他们这个两个都是严敏慧，麻烦你的证件拿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轰你，我马上麻烦你滚。爸，亚妈来上轿。你今天以什么名义来这里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已经给你时间了，你再不离开的话，马上我叫警察来这里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碰到鬼哈。你都没想过说一天比一天高，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以为是骗陈水扁那个黄芪啊？我看你啊，没有比陈水扁的那个算命的黄芪那么高招啊。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还差得远哦，因为你在这里没有贡献，我干嘛留你啊？喂，警察局吗？对啊，我告你哦，七路民宅哦，你再不离开的话，我要行使公权力的，麻烦一下，我们这边没有功德宴，我们不是赖清德赖院长这里啊，你要的话你要找蔡英文，我们不姓蔡，我们真姓刘哈。麻烦可以，人就是要同情心，但是你的同情心不是在这里，你用错地方啊。不是每个乡下都可以如你所愿，你可以找别人，好吧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，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找。你是男孩子要阿莎里吗？好不好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好寂寞。